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即系我哋咁即系可以问过你啦，即系可能我议员咁样，我都问过你啦。咁亦都不如讲下点解会有插针楼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因为佢系极度影响紧周围居民嘅景观啊、通风啊，甚至嗰、那个即系人口密度啦，亦都系。咁我哋不如请教。我就會從嗰、那個土地政策啊、城市規劃嗰個角度睇啦。咁大家知道政府就掌握土地嘅資源，佢負責去規劃任何一個社區或城市嘅建設。咁但係咧，另外一邊咧就有個資本集中，啲大地產商係嘛？咁佢兩個加埋咧，即係佢嗰個合作咧，就係、是、會令到你成個社區嘅面貌咧係不復存在。又會追求你嘅，喺個高地價政策底下，呢種咁嘅所謂官商勾結咧，嗰個結果就係、是，喂，你有個市區重建局，其實話俾你聽啦，我會活化呢啲舊區啦，會保育啦，係嘛？即係講好多，即係官面度我哋入咧四個 R 嘅，大家都好清楚啦。個市區重建，咁以前嘅前身就土地發展公司嘅土法啦，係咪收樓啦、重建啦，係嘛？咁就但少九成。才可以去強化嘅，八成都可以強化啦。諸如此類呢啲政策，喺我哋喺立法會啲相關委員會裏邊咧，都經常有討論嘅。嗱，我留意到東區嘅情況咧，就係同其他好多地區咧，個舊區重建或者一個城市規劃咧，佢所出現嘅問題都係差唔多嘅。你譬如你睇下九龍城，咪一樣係嗰啲插針樓，佢收唔齊呢條街，數埋得嗰七八條街係嘛？由聯合道一路數落去福老村度，跟住就牛王道、麻前朗道，咁跟住又南角道、城南道、龍江道嗰度數落去七八條街，大部分都係啲舊樓。好啦，有啲俾人收咗嘅時候，佢夠啦，夠醜啦，一棟舊樓單棟舊樓唔起一棟零零舍舍嘅，仲係嗰個空間其實好狹窄嘅。咁你如果呢、这個發展商又伸隻手落去，嗰隻發展商又伸，嗰個又伸落去，咁你咪會出現一啲大家唔協調噶，佢揾食啫嘛。譬如我哋嗰時喺九龍城，我哋好難想象喺近沙埔道富豪酒店對面，即係呢個華茂嗰座嘢喺賣到成兩萬蚊尺咁，而家係幾恐怖咧？啲屋冇人要嘅，以前係嗱，你沙埔灣情況都一樣，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成日有一句，你啲沙埔灣人都可能聽過。係嘛？即係英雄被扣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佢東西兩端咧，嗱你用一條電車路就貫穿咗東去筲箕灣，西就西環，兩邊就港島區最貧困嘅地方，係嘛？咁你啲地產商嚟收樓，或者從佢嘅市區重建局嚟收樓，政府規劃呢啲地方嘅時候，佢係會考慮將呢個原有社區嘅風貌保持，跟住又可以發展過咯。所以喺呢個所謂城市規劃同埋嗰個社區建設嗰度咧，我覺得台灣相對香港嘅好多地方佢係值得你參考嘅。但係我哋以前喺個立法會啲相關委員會講過好多呢啲問題，佢坐喺度講。因為點解咧？香港就係高地價政策，乜都假，係咪？地產商就係講個利潤。你而家呢度附近，大家睇到嘉慶灣啊，或者你景灣啊呢啲咁嘅所謂豪宅，佢哋同成個社區係好。搭調嗰個大佬係咪啊？而家大家仲講緊啊，筲箕灣又有啲美食啊，有啲小店，仲有小店點做啊？係咪？較早前嗰間咩叫金記係嘛？執咗啦幾十年啦，呢個一定咁啊！唔單止筲箕灣係咁，西環嗰邊都係咁一樣咁啊。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原有喺個社區生活嘅人，即係佢有希望發展啦，有啲人。人係好自私嘅，如果我買個交屋，我梗係希望啲地價即係樓價升啦，大佬。問題就係，譬如我比較關注嘅咧，即係我揾翻啲資料睇翻咧，就係、是、你無論你市區重建又好，或者個城市規劃都好，嗰、那個配套係好唔夠，係嘛？譬如東區醫院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係嘛？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自己係比較關心嘅，我零八年做立法會議員開始，我第一條問嘅口頭質詢嘅問題。就係啲老人家嘅院舍問題。嗱，我哋睇翻啲相關數字咧，十八個區議會嘅分區當中咧，觀塘嘅長者數目係最多嘅，其次咧就係東區，係佔咗即係9.8%。截至到2013年9月30日咧，全香港受資助嘅宿位數目
5784個劇，仲有啲新嘅數字嘅。咁但係我攞到呢份文件咧，就係相對早兩年嘅，2014年咧。咁啊，東區受資助宿位只係得896個，即係25784個裏邊咧，只係得896個，佔全香港嘅總數不足3.5%，係嚴重偏低。即係換言之，我哋喺東區喺筲箕灣，特別係呢啲舊區。有些長者如果他要申請政府資助的這些所謂院舍，他最少都要等3年。所以我2008年有一條問題，就是問這個就是勞福局，你可以告訴我每年輪候等不及死了有多少人，跟住張建宗說我們沒有這些數據的，我一定有，不過你不會請一個這樣的數據出來。喂，他排緊有兩個不見了，幾多個唔見咗，跟住後面嗰啲輪上去，根本冇呢啲數嘅，係嘛？咁先死死氣話俾我聽，嗰陣時講緊咧，我記得2008年第一條問題係佢成講緊3000幾人嘅，而家最新嘅數字去到5700，5700人輪緊呢啲私人，即係咩？呢個政府資助嘅呢啲院舍，包括嗰啲護養院，即係有 medical care 嗰啲啊，又有一種好嘅，就係安老院咁樣，加加埋埋死5000幾人，即係你上天堂仲容易過。即係入政府資助嘅院舍，咁而事實上喺東區咧，嗰、那個長者嘅數目除咗觀塘之外，就係東區。我自己喺九西咧，我成日認住紅磡啊、深水埗、翠波老人家嘅，原來唔係，最多喺觀塘，第二就係東區。咁咧舊樓多，舊區同埋咧公屋，係咪？所以嗰個問題就係話，你無論你點樣重建都好咧，即係政府佢係唔會考慮埋呢啲咁嘅問題嘅，包括醫院咧。長者的院舍的問題，不要說學校的設施，其他那些東西。我留意到東區區議會和我們港島區的立法會議員開會的時候說那些問題，其實都沒有觸及到，即是一個很重要的，在個政策上面，土地政策或者個城市規劃的部分，那些很多時候是在個發展事務委員會裡面談。但是他們多數談些什麼呢？談下劏房啊，談下嗰個環境衞生啊，傾呢啲嘢嘅，即係我自己留意到就係、是，譬如包括我而家手頭上我都揾咗一份立法會嘅文件，立法會議員東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嘅紀要啊，咁出席嘅議員咧就係、是、葉國軒啦、黃國興、何秀蘭、陳家樂、善仲佳、鍾樹根，咁呢個港島區。的立法會議員加上兩個超級區議員這個陳婉嫻咧，咁都係呢啲人咯，係嘛？咁我話咁傾咩咧？咁嗱，我哋就輪流嘅，因為當值嗰個就主持會議嘅，咁亦都有啲即係功能組別嘅議員參與嘅。咁然後出席嘅區議員咧，就成個就大部分嘅東區區議員都出席嘅。咁其實嗰個會咧就開個零鐘頭下嚟攞啲問題，其實年年都係講嗰幾個問題嘅。咁啊，佢原來得我跟進兩個字，跟住就食飯就收工㗎啦。呢個就係區議會同立法會之間嗰個溝通。咁你望我哋啲立法會議員，如果佢有幫佢辦事處嘅，咁佢對呢啲問題咧，其實經常有接觸。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去到立法會層面嘅時候咧，呢啲問題咧最多就可以做一兩條口頭質詢。佢唔會喺嗰個政策嘅層面裏邊咧，即係有啲議員，譬如我哋香港嘅立法會有個問題就係啲議員咧。他的政策研究是很頻繁的，立到選舉了，好像現在這個時間就落雨收柴了，就是在立法會上開會的蜻蜓點水，接著就搏命落區，有些人告急，有些人吃了，所以根本就不務正業。所以我們講回東區的問題，我們看回即有些關於城市規劃或者市區重建的相關文件，其實來來去去都是我剛才講的問題，你永遠都是沒辦法平衡，同埋相關的嗰啲配套設施咧，係一定非常之唔足夠。所以住在呢度的人，咁如果你啲屋嗰啲舊樓俾人收，咁跟住要重建嗰啲店鋪，即係舊嘅店嗰啲商户，即係又要即係搬遷啦，咁好啦，咁究竟係好事定壞事咧？有啲人梗係講覺得好事啦，你補筆錢俾我，或者換個大地方俾我，係嘛？我又去重過我啲嘅。新生活，但是對於仍然對這個區很有感情，住了很久，那些人
咁佢就真係百般滋味在心頭，佢真係求助無門咁先至，即係好似彷彿都唔認識筲箕灣嘅啦，遲啲已經係咁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個政策層面嗰度咧，其實政府係應該要考慮到即係嗰個社區裏邊嗰個原有嗰個面貌啊，即係究竟係咪應該要保持同埋喺發展同呢啲方面嘅平衡，究竟係咩咧咁樣？